窝上我就这么扒拉就行了。嗯。再给我整脖子上。没事，你放心吧。看那搁手能搁手，一疼是一疼。这些整完再整那些。还凉哇的。就凉哇的，可好了。天黑的多好。嗯，屋外是黑。看不看就黑呢？不能一下就黑呀，得挺一会儿。然后买个那个五谷的猪脑袋，咱一会儿整个红烧的吃。那干啥的呢？成香了得。妈，今天不用你的，我和你大儿整。不用我了。嗯，一会儿你给头洗洗就行。大儿子，你跟那猪头聊着呢。嗯呐。我烟灰擦老好使，一擦就掉上。嗯，这儿的，是不是掉了？掉了。秋黑啊，我还头一次给别人染头呢，还染的怪好的。嗯、行。好好刷刷，刷干净了呀。当当当，来过来整来吧。猪头凉水下锅。葱姜，白酒。回收笔记本电脑，旧机箱，旧显示器。好了，老师洗干净。锅里倒点油，葱姜干辣椒，红烧料。炖40分钟。好了，出锅。蒜末香的小米辣，辣个人吃肉，嗯，可好了。蘸点蒜酱吃，蘸蘸点蒜酱可香了。这个调里。二月二是猪头吗？那猪头真香。龙抬头。这上午没整头发咋黑的？他还取了个乌的啊，黑吧？我年轻的呢，年轻十岁的。啥大饼？到啥时候吃上啊？这二月二龙抬头啊，就得吃猪头啊。今天两个二月二的呀，是吧，二月？那还过俩？弄一锅。Mm-hmm.